好，今天的非常专业的成分护肤公开课，除了我们专业的研发老师以及宇宙第一时尚博主 Google Boy 老师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位重磅嘉宾，也是大家现在目前正在评论区 Q 的，希望大家可以让他感受到你们的热情 Q 弹幕，欢迎王菲菲，让我们有请 HIP 成分焕肤大使王菲菲来到现场，有请。来，好美。Hello.先坐再打招呼，比较正式吗？就感觉自己出场要隆重一点。对对，来先坐打招呼，这样可以拍到。好，好漂亮，快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 HFP 成分焕肤大使王菲菲。啊，欢迎菲菲，欢迎。然后两位之前应该是认识的，对不对？见过。然后我们有合作过一次，关系怎么样？印象非常。啊、那今天你没有觉得说每次我出场的时候就有一些不祥的事情要发生吗？所以是我的印象的，怎么我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啊？不是，每当宇舶遇见巨星的时候，他就会给他巨星有很多的考验，菲菲也不例外。是啊，他是，所以让我非常的印象深刻。对，今天有两位巨星在现场，除了宇舶之外，有两位巨星，一位是咱们 HFP 的品牌，因为他确实在那个护肤专业是大明星，然后另外一位就是菲菲，所以。我就准备在这里当一个吃瓜群众。吃瓜群众。好，你准备开始吃瓜，对不对？对，我开始了。来，要不我们就先聊一聊，因为粉丝有很多问题啊，问题，好不好？可以。好吧，哎，我知道这个问题让你很为难。来吧。新专辑到底啥时候出？不要再问了。今年内能出吗？今年内应该是能出的。哦，应该能出的。应该是能出的，对。不是上次我们的。那个进度好像就是问到这儿。对，上次进度是问到今年会不会出专辑？我说有这个计划吗？对，然后现在几首歌呢？现在就是对，不会太多。因为这都是很难，你知道吗？比上次的 solo 专辑的歌要多吧？上次只有三首嘛？上次一首。上次就是只有一首单曲，第一次是EP 啊 ，EP 的那个啊，那现在录了几首了？现在。歌曲在哪里？我觉得反正大家可以有盼头就好了，是有盼头，因为我自己也很期待我的歌到底什么时候能出。然后你前段时间不是和那个钟汉良合作了一首粤语歌的舞台？对，大家是的，粉丝非常喜欢。对，因为之前都听你唱韩语啊，唱普通话嘛，是吧？所以你粤语是本人是真的很会说的吗？还是为了那首歌去学的呀？哦，没有，我本人就是很会说。那我们现在用粤语交谈吧，可以吗？啊，某问题啊。这一句应该听不太出来吧？你想我讲啲乜嘢？还听起来还可以啊，你们觉得可以吗？我是完全不会的。这还可以，你想让我跟你说一点什么？这，但是我的粤语是因为小时候在广州跟深圳上学，所以呢，就是耳濡目染嘛。然后，但是因为真的太多年，身边都没有人在跟我说粤语，所以就是对退步了很多。那今天都来了，要不唱首歌吧？马上自己唱首粤语歌，然后让大家真的立刻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深情的那种，可以吗？可以，三句可以吗？可以。好，大家准备录屏啊。原来我已经有福气，天大地大大于心不死，怀念你一切便劳烦了天气。好像到这了吧？好听，谢谢，好听。你像我每次 Q 他现场表演的时候，因为你知道现场又没有音乐，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又非常冷漠，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但是他的那个专注投入以及他那个唱功一出来，那个尴尬完全就没有，就没再怕。所以真的好厉害，就闪着光，唱歌的时候整个人又闪着光。哎，你不需要再 Q 我多一首吗？你想唱也可以，没有安可。那。接下来有什么节目之类的跟大家见面吗？接下来有一档我是演员，就是你很贪心呢，就是又唱歌又跳舞，然后又做综艺，接下来要认真的当演员了，对不对？是，我觉得人生是要勇敢一点，人生是要多去挑战一些事情。对，那你的演技准备好了吗？我的内心是觉得准备好了，但是实际上别人看我的时候有没有准备好，那我就不知道了。跟你讲，就是宇舶每次出现都有宇舶大挑战，今天的挑战就是来挑战你的演技。因为挑战你的唱歌实在太无聊了，就是因为根本不会出任何问题，所以就是今天没有苦瓜吃是吗？你不要再给我苦瓜吃了。
苦瓜汁是真的是地狱饮料，对不对？天哪，太可怕了！但是我跟你说，我最怕就是。算了，我不能跟你讲，等一下，下次最怕的是啥？最怕的是啥？我不能跟他讲。下次出现的话，他一定会拿着一杯那个东西给我的。也许今天就有了。我们今天还要挑战一个地狱饮料。救命！哎、你来北京喝过北京的豆汁吗？没有，没有喝过。嗯，但我吃过卤煮。但你知道那个豆汁闻起来是什么味道吗？不知道，但卤煮很好吃。那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好不好？啊，第一个王菲菲的大挑战就是演技大挑战。好，那我们准备了，哎，有请工作人员，谢谢。来，有请。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放的是豆汁儿，一个杯子里面放的是豆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哪个。然后你要演出来，不管你任何演的方式，让大家辨别不出来。好。然后呢，如果这边是一号，这边是二号，如果你猜哪边是豆汁儿的话，你就打哪个序号。比如你猜这边是豆汁儿，就打一；猜这边是豆汁儿，你就打二。然后王菲菲就是来迷惑你们。当然，我们要答对的要送礼，对不对？对，答对就给大家送礼物。哦，这样子，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放水一下吧。Yeah, 不能放水，因为今天那个我就是演员的导演就在后面看着。谁？这是海选，海选现场。对，海选现场。今天就是为你之后的节目做准备。所以你喝过了没有？我没有，我喝了怎么可能再给你喝？不是，我认为你喝过呗。我没有喝过。但是我有听说南方就是不一样，就是完全口感是不一样。对，就是我听他们很爱喝的人就说很好喝，但是我刚闻了一下，我真的是那个比苦瓜汁挑战大多了。好，那话不多说，来吧，好吧。好，来，一号、二号，大家准备好猜哪一个？啊，先是一号吧。一号挑战演技。女神喝豆汁，大家赶紧截图。哇、哦，这个他的表情包，我觉得应该是吧？你看他红血丝都已经憋出来了，就刚刚瞬间红血丝被憋出来，这个是吧？一号是吧？嗯。那如果这个不是的，就表现他这个人还挺，演技不错，演技非常好。嗯、那然后再来试一下二号，我觉得他要冷静一下才能是二号。你看他要哭了，不会真的后面眼泪出来？我这边看他眼睛。怎么反应是一样的？他就是要迷惑大家，让大家去猜，这就是一个好演员的个人修养，很厉害。然后，你也太精准了，两杯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这道大家怎么猜啊？好，反正我们的表演已经结束了。对，他两杯反应是一模一样的，这就考你们的运气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答对的那个观众朋友、粉丝可以送什么礼吧？等一下，救命啊！快给我来一杯水，我受不了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有这么夸张吗？真的，你要不要喝一下？我来闻一下，闻一下。大家赶紧刷屏，先不要说是哪个，要不然就揭晓了。对，先刷屏吧。但是我觉得菲菲演得很好哎。一还是二？我们送这个送武当山爷爷的套装吧。对，产品。我已经闻到那个味道。已经闻到味道是吧？对。不好意思，每次都要为难你，但是豆汁其实对你清肠啊、去火是好的。救命！你还是给我苦瓜汁吧。哇！但是我觉得大家赶紧猜。一还是二？一还是二？一二，那我们准备来截图了。好，好，我数三二一，要不你来数三二一吧？我们截图，猜对的就送。乳糖酸原液套装。送给大家。对。来，三二一。哦，耶！哎，有一位猜对的啊，只有一位。对，只有一位猜对的。你公布一下是一还是二吧？啊，我来公布一下是吗？是，这边是一，这边是二。你来尝一尝吧。哇，它闻起来像个荤菜呀。不是，它是发酵的。对，它像一个酸了、馊了的味道，怎么回事啊？好的，那我们挑战至少演技 OK。嗯，但是你先休整一下，我们来公布一下，是恭喜这位 TB23768443401 的朋友获得一套乳糖酸套装，恭喜恭喜，恭喜一下。哎，李博老师，你知道吗？他其实菲菲刚刚演的超好哎，他在喝到那个不是那个豆汁的那杯是豆浆啊，他喝豆浆的时候，他为了演出假装喝出了豆汁的感觉，他的下巴细节都在抖，我在侧面看到他下巴，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并且你抖的那个程度和你喝到真的是差不多的。哦，是啊。哎，那看来我是真的准备好，所以我们要期待接下来的节目了。好的，好的，好的，期待，期待，期待。哎，就是那，你最近忙吗？我最近，还蛮忙的。就是我非常好奇，就是我之前看到你和现在看到你皮肤状态是一模一样的。哇！你忙到大概没有什么时间睡饱觉，你怎么护肤？并你还敢拍 vlog 全素颜呀？因为我就基本上就是。空中飞人就在、要不在车上，要不是在飞机上睡、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模式就是要经常熬夜，然后经常赶行程嘛、所以就是作息非常的不规律，然后这个都真的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就是护肤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用的护肤品也很重要。对，就比如说你平时觉得哪些护肤品你非常推荐？我平时用的护肤品呢、这几个都是我平时会用。来，这个是不是要先测一下？谢谢，谢谢。来，就比如说这个乳糖酸原液，是你应该平时都有在用，对不对？其实我一开始在跟 HFP 合作的之前，我其实一直在用寡肽原液。哦，是吗？因为我刚回国的那段时间就是水土不服嘛，长痘是吗？然后长痘，狂爆痘、然后整个水油失调，叫失调是吗？就是水油不平衡，对。然后就是狂爆痘，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就给我送了一瓶、然后他说你要坚持用、他不是说一下子你就会马上有效果、然后呢我就坚持用了三瓶之后、慢慢慢慢我的就是调整回来、它的水油平衡调整回来了、然后就没有想到就是跟 HFP 有那么好的这个缘分，一下就解决了。没想到现在还能成为代言人。对大使。然后他们家的这个乳糖酸原液，还有乳糖酸水，还有这个去黑头的这个、真的非常好用。好的，那讲了下，反正你就是要保持水油平衡等等等等、我们这一套系列都非常好用、但接下来就要另外一个挑战了。好，对，因为你的皮肤是一定没问题的、但是你的表情管理真的很成问题。因为粉丝特别爱截你的表情包。哦，是，他们真的，你们真的很爱截我的表情包。那你平时在台上的时候，就比如说跳舞跳到最后，表演到最后的时候，那个镜头会 zoom 一下拉近，给一个脸的特写，并且会保持几秒，对不对？是。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表情管理以及皮肤的整个状态了。是的，对不对？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any pose 大挑战，好不好？叫无惧高清镜头自带磨皮滤镜 any pose 挑战。好棒啊。我出三个那个情景那个情绪给你，你给我三个这样的 ending pose。 好吧，主持人帮忙一下。好的，我说第一个情景是性感的 ending pose。 哇，真的，来，大家准备好截图，准备好截屏啊，准备好录像，好不好？哎呀，我的天，三二一。哇，真的厉害。好，第二个。可爱的 ending pose。 好，三二一。好厉害，完全不同。天哪，好做作，我的脸都要红了。对呀、你真的很厉害，很专业，很专业。对，在现场那么冷漠的情况下，你想要拍一下场，好不好？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内心嗨的人。性格好好对，真的就是你看得出来舞台的那种专业性，包括皮肤各方面都很经得起考验。最后一个 ending pose， 高冷的 ending pose， 好，来，这个有难度哎。三二一，哇，要杀人，要杀人，要吃了镜头。耶非常成功，非常成功，救命啊！对，真的可以看出来艺人的专业素养很厉害，很厉害。你好配合，你真的感觉好控制，非常，我是一只木偶。然后，并且你们在镜头里一定能看得到他的皮肤有多经得起考验，就像我们这个乳糖酸系列的那个口号一样，就是磨皮，对，高清无滤镜都能够经得起考验的，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详细的讲一下今天的真正的主角这一个系列，好不好？好，我们先从我们的
乳糖酸原液开始讲起，好不好？好，好，嗯。乳糖酸原液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经常会熬夜，这是第一个，对，然后呢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所以这个 HFP 的乳糖酸原液呢就是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主要是去闭口，然后收缩毛孔，就被称为磨皮原液，就对光滑皮肤是非常的有效果的，对。就比如说像我的那个皮肤有一些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就是起，就比如说长一点点小痘啊啥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可以用的吗？我觉得长痘的话，我觉得可以跟寡肽原液一起配合的使用。就比如说你今天觉得你有痘痘，你可以比如说早上，然后你使用寡肽原液，晚上的时候你觉得你这段时间的皮肤休息不是特别的好，然后你的毛孔粗大，你就开始坚持用那个乳糖酸原液，然后慢慢的去改善，然后去缩小你的毛孔。对，然后你知道我因为用这个的时候，我有点迷思，就是我有的时候觉得说，哦，我是这里的毛孔比较大，我是用这儿，还是说我全脸都涂比较好？你自己是觉得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它其实它是要在也可以在化妆水，我用寡肽原液是在化妆水之前我会用，然后呢，其实化妆水之前用的，对对对，我是之前也可以用，之后也会用，就有不同的这种用法。然后呢，在化妆水之后用，因为它是第三代的果酸嘛，果酸就比第二代的果酸要更加的温和，然后一周大概是用3到4次，就这样子吸取。一管之后，对，比如说你点在你的，比如说鼻子呀，然后脸颊呀，还有额头、下巴等等，你这个 T 区部位就容易毛孔粗大，的这个长闭口的这个地方，对，然后你可以全脸拍打，然后轻轻的让它吸收掉，然后坚持用一段时间，大概是用到2周左右吧，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越来越细腻，毛孔越来越小。哎，感觉真的都是自己用的感受啊。对对对，然后我的寡肽原液真的是现在用到第4瓶，快第5瓶了。我跟你讲，我们买寡肽原液都是20瓶20瓶这样囤的。你这样掏下去了，全身。或者拿来泡澡。拿来泡澡。真的就是，你知道 HFP 是改变了我的购物习惯。我以为这种精华类的，就是买1小瓶1小瓶的，真的它。实在太好用，就感觉说我要一直囤，一直囤。对对，而且我用完了之后嘛，因为它特别好吸收嘛，然后干了之后想说，不够，我还要再用，就我有这种魔力在里面。对对对对，所以说到这儿呢，今天我们最大优惠幅度的力度就来了啊！大家可以点击左下方的购物袋啊，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优惠。被称为磨皮原液的乳糖酸原液呢，累计销量超过90万瓶。因为这一块呢，我要给大家说优惠机制，各位一定要听我的优惠机制才可以享受到优惠。我可不可以请菲菲拿上我们的产品在我介绍的时候正好摆几个 pose 给大家看，来，准备好了。被称为磨皮原液的乳糖酸原液，累计销量超过90万瓶，同样大力度优惠，日常价格是298元30毫升，588元50毫升，现在直播间限时优惠价，30毫升装288元，再送一个15毫升的烟酰胺美白原液和两个冬日水嫩礼包，60毫升装488元，再送两个15毫升烟酰胺美白原液，两个冬日水嫩礼包和两片玻尿酸密集单片装，只有今天才有的优惠价格和超多次问题。大家记得关注成为会员再下单。没想到，我的个天！哎，你这个什么都演得下去啊？真的、啊，我觉得你回看这场直播你会后悔的，因为粉丝一定又结了很多。因为我经常看到那种，就是购物的时候这样展示产品嘛，是不是？要展示产品，要展示到位喽。那感觉你好适合去也去当演员，就是如果有时间也可以多多拍戏，因为很适合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哎，那要不我们再来考挑战一下吧？哎呦，演技大挑战！今天所以来这里是演技大挑战，是对对对，最后一个演技大挑战，好不好？我还没有开始上那个叫什么演技课呢，今天来上演技课。对，就今天我们就做好准备，做好准备。来，好。第二个我们要针对这个缺额头的鼻贴、乳房酸这个鼻贴来，就表示我是你的粉丝，我要跟你合影，然后你就顺着我说的话演下去就好了。好，好不好？我的妈呀，这个感觉有一点点难。我是你的粉丝，我说。哎呀，菲菲，我好喜欢你，好喜欢你！你真人比镜头上还要好看很多。你的新专辑到底什么时候出呀？我们等的真的实在太久了，请你马上出好不好？我们至少要10首歌以上，可不可以？好，我们可以自拍一张吗？啊、哦，没有问题啊，好来自拍一张，咔嚓！哇，你真的好上镜哦，但是为什么？我帮你美图秀秀一下好不好？我感觉你鼻子上有黑头啊。删掉了。谁说我有黑头？不可能。
但是来你不如试试，你不如试试这个产品。对，这说什么呢，你说到其实真的没有，刚刚是真的是，请问是小品吗？是小品吗？真的眼睛也有点小，然后小品，不好意思，我发誓他脸上绝对没有黑的，发誓。没有没有，这要澄清一下，就是因为我真的是没有黑头，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因为说到其实毛孔粗大的问题，就是最可怕的就是黑头，而且黑头是一个就是长期并且是顽固的一个存在。对对对，因为定期清洁皮肤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对应比如说粉刺啊、黑头、毛孔粗大，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酸嘛，尤其鼻子和脸颊这一小块就很容易进脏东西，所以一定要定期清理。而且加上我们的工作是经常要化妆的，所以就是我是真的会定期去清理。然后这个去黑头鼻贴，在我用它之前是偶尔我就觉得哎呀看不下去，偶尔挤一下下。哇，那个千万不要、那个、不，对对对 对, 对, 对，是真的是有时候看不下去又太忙。但是自从我用了这个 HFP 乳糖酸去黑头的这个鼻贴之后，我跟你讲，我现在所有工作人员马上必须要用它，因为它真的很温和，非常非常的温和。我第一次用完了之后，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会那么有神，就不像传统那个撕的那种感觉是吧？对，因为它有三个步骤。哎，要不你帮忙示范一下啊？主持人可以帮忙一起示范一下，当然好吧？我是真的是这个是被种草，因为我们这个步骤就是不一样一点，因为它有这个不同的功效，每一步都有不同的功效。让菲菲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第一片您撕掉是吧？我还在到处找那个口在哪，我说明明有口的。对，王老师的教学课。粉丝不要恨我啊，这是宇博老师的要求。对。他是通过以什么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的呢？你觉得？因为它是通过水溶性的，有一个叫霍巴油溶解，它就是要溶解你的黑头。对，然后呢？你真的要贴吗？贴一下。没有，我其实是只是转过去。很配合，真的。看你。真的吗？当然可以，没问题。那你要不你自己贴吧，我好。可以。我们这个是第一片，对不对？对。第一片，你是不是刚刚吃橘子了？没有没有，不要那么夸好不好？没有，我觉得很可爱啊。那个，哎呀，你真的哎，他，你看这个东西，这个我救不了。这个我知道为什么，这个叫它上面很好哎，这材质很好。你知道这个为什么叫导出贴？为什么叫导出贴？因为它要溶解，所以你皮肤上所有的东西它都会给你溶解。对。就比如说，我进来吃了一个橘子。你看，马上，哎，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碰了一下它，马上就橘子把橘子给溶解上去了。对，它的成分就溶解掉了。然后我一开始第一次用它的时候，那你就别敷了吧。我要敷，因为橘子也是酸，这个也是酸，敷吧。它这个你不要误导观众。开玩笑，这个是一号的，这个叫导出贴。雀头导出贴，它是要敷15分钟，然后冰冰凉凉的感觉，然后敷完了之后，里面的脏东西就会浮出来，真的非。就是你要，我一般是在洗完澡、就用很热的水，然后把你的那个毛孔打开，完了出来之后马上贴这个东西，里面的那个脏东西就会浮出来。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用里面的那个棉棒，要涂15分钟，然后用这个棉棒是吧？菲菲自己用过的，就是他给我帮我拿的，我这个可以放一辈子吗？但我跟你说，你有这个鼻涕还有橘子是吗？是还有橘子，而且我跟你说，你真的是 OK 吗？因为他这个。很就是，效果会很明显，效果非常明显。你旁边，哦，就一会儿就有了。对，一会儿就有了。对，一会儿就有了。一会儿就有了。而且这个黑头它需要非常专业的这个工具，就是这个棒子，它是有两头，一边是这个像这样子的小铲子，然后另外一边是这个棉棒的这个，对，然后要一边，对，要哟。这个黑头也是有点夸张，就要一边这样子挤，就是挤它，慢慢刮它，然后就要把它擦掉，就是把你浮出来的那些黑头的脏东西这样刮掉，然后又擦掉，然后刮掉擦掉，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但这个过程也是不痛的，是不用特别特别用力的那种。对，因为它已经打开了你的毛孔，对，然后把里面的脏东西清理了干净之后，然后呢，再用这个二号。最后一步，最后的一步，对，有一个二号，对，
这个二号是收缩贴。哦，这个好厉害。也给大家看一下。对。再看一下我的这个是。再看一下你的橘子。橘子。太搞笑了。它这前后对比蛮夸张的，你看原来是这样。日常大家都是这样，后面是这样，你瞅瞅。是，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太神奇，就是立竿见影的。嗯哼，就是你用完以后，马上这一块就变了一个样子，怪不得也是这个水水的。看直播的朋友，你看这个收缩贴，你看它就没有这种溶解的效果。没有，是不是收缩贴？因为我现在还上面还有一点点残留的橘子的那个皮的那个，你看就没有那个。这个真的是非常，我刚轻轻一捏它就马上溶解了。然后呢这个二号的收缩贴也是要贴15分钟，然后贴在鼻子上面，然后马上你的15分钟之后你的那个毛孔就缩小了。哇，所以很多的男生都会遇到毛孔粗大问题，一直找不到解决方法。今天菲菲老师帮你解决了这个世纪难题。哎，我发现很多男生其实还蛮需要，很多男生有问我这个问题。对，因为男生毛孔一般比较粗大一点，然后很鼻子上很容易有黑头，并且鼻子黑头应该是不是那种一劳永逸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必须得定期清理的，然后这种温和的方式就不会损害你皮肤。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很温和，然后你会觉得哎，就花了这30分钟，然后我的鼻子就变得非常的干净。哇，所以这个产品非常非常。主持人有点舍不得摘下来是吧？我可以贴着它一直到结束。你可以把呢，就是那种鼻翼两边有带着王菲菲这个吃橘子的这个痕迹的这个鼻翼贴。我收藏一下。我看一下。有点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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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上面一层一层。你看那个部分，真的是不是很夸张？很夸张，而且材质超好。你看现在它的痕迹，马上你的上面的一些就是我们的定妆粉啊，对，都有，马上都已经溶解掉了。好厉害，这个好厉害，真的好厉害。说到这儿呢，说到这儿，我们还是要进行刚才的工作。哇，那你的皮肤是真好啊！哇，我们刚才的工作是什么呢？请听好，秒空30万个，马上就来了。模特又来了。3、2、1，开始！秒空30万盒的乳糖酸去黑头鼻贴，日常价格是109元一盒，共10片。现在直播间限时优惠价，第一件109元，领券后拍立减，我们屏幕会弹出来优惠券。第二件0元，相当于109元2盒，共20片。单盒到手价，你猜怎么着？109元变成了54.55块，相当优惠的价格。请点击左下方购物袋购买。左下方这边吧，应该是。浮夸的主持人加浮夸的模特，但是我们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就是应该浮夸一点，对不对？但是 HFP 真的经常就是做一些优惠非常多的一些，是的，并且就是平时优惠就已经很多了。平时就我记得就是买一瓶正装，他会送那个小小的送很多，就是出去那个旅行呀，旅行装，对，就很方便。然后今天优惠力度又那么大，好的，我们来接下来到了最后一个产品。因为那我问你啊，就比如说你平时坐飞机啊啥的时候，素颜对不对？那素颜的时候有，比如说像刚才那种疯狂粉丝跟你合影的时候，万一你有没有这种脸出油的状况怎么办？哦，有，因为我其实是混油皮，然后冬天如果一干的话，反而就 T 区的部位是非常出油，而且我真的我很奇怪，我的眉骨很爱出油。哎，我也是。你也是吗？就是因为你这样弄也不好弄，它是它这里就是在眉毛里面都会反光的那种，对不对？哦，真的是很生气。握手，真的很难办，真的很难。有没有这种盖眉毛的粉？对，这补都很难补。对，因为我们脸上出油其实就是因为水油不平衡嘛，对，然后出油就会引起毛孔粗大，对，然后粉刺闭口的问题，然后尤其是我真的是最近太忙了，然后经常涂完以后，我觉得我的现在的皮肤是很 OK 的，可能一下飞机，有人说 Oh my God， 你是谁？就是大油田就出来了。对，就是我觉得鼻贴呢，它是属于那种周期的护理产品，对，仅限于是鼻翼的区域。那平时我们除了乳糖的酸原液来改善你的这个毛孔之外，其实我觉得因为水是我们非常基础的东西，我们还有这个乳糖酸水来大面积的改善肌肤的黑头啊、粉刺啊、毛孔粗大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爽肤水呢，它是每天都可以使用的，而且可以稳固肌肤，不那么反复的去出现黑头粉刺的问题。我是这么觉得的。
因为就是我们皮肤容易出问题，就是换季的时候嘛，就比如说现在从夏天到秋天冬天，以及你换地方的时候气候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从上海来，我就觉得北京真的好干好干，然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我们的这个乳糖酸的水会有问题吗？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它其实是敏感肌都可以使用的。而且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最近的皮肤很敏感，其实你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就是把它冰冰起来，就是冰冰凉凉的这个。不会把它当饮料给喝。那就是说，哦，今天有点困了，然后就是从肠胃开始改善。对对对，就是一般秋冬季节也是一样可以用酸的，就是只要是大家做好肌肤的这个保湿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而且 HFP 的乳糖酸水的可以就是一水两用，既可以作为秋冬的这个日常的爽肤水，又可以作为湿敷的这种急救的这个效果。因为到了秋冬的季节，真的保湿太重要，补水真的太重要。所以如果我脸上有点问题有点严重，就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化妆棉上，然后敷在脸上，对不对？对，然后对，并且我们的 HFP 它有专门的湿敷化妆棉，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比普通的化妆棉更利于吸收，更利于敷在脸上的那种。对，然后 HFP 还有那个小小的那个叫什么面膜的那个，对对对，那个小的那种面膜是吧？对，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滴在上面，倒在上面，它就会变成一个湿敷的面膜。对，然后因为我是混油皮嘛，就是还是容易比较出油的，所以经常用这个乳糖酸爽肤水，然后它还是功效就主要是收缩毛孔，然后用之前还是你看摇一下。哦，使用方法很重要。对对对，要摇一下，然后就看到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气泡。对，最好的使用方法其实是湿敷，就还有就我刚刚说的，放在冰箱里面冰冻一下。然后用量呢？你一般用多少呀？一般的话，如果是用那个湿敷就棉片的话，我用3到4片，就比如说1、2、3、4片啊，这样子在这个脸上的部位，就用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毛孔就会小了一圈了，真的是很有效果。对，然后除了这样的方法之外，就还是我们普通的轻轻的这样拍打，就帮助软化皮肤。秋冬的季节就完全使用是没有问题的。哦，怪不得你那么会种草，看你的 vlog。看一个东西就感觉想买一个东西，感觉都是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我自己真的是对对对都在用的东西。好的，非常棒的大使，对，非常棒，还都是把自己生活当中用过的好的东西真心的推荐给所有喜欢我们品牌的粉丝，谢谢谢谢菲菲。那同样的这款产品我们又来了是吧？对，我模特就位从来没有看过这么配合的明星。日常价格是189元，180毫升，现在直播间限时优惠价169元，180毫升的同时再送同样3瓶60毫升以及压缩面膜一盒，可以搭配使用，相当于169元360毫升。同样现在开始就可以在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袋下单了。王菲菲亲情推荐，亲情推荐。人间种草机啊，真的是。好的，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接下来是，我看那个后面有对有，因为刚才分享了很多，尤其是把咱们今天这整个系列都介绍给我们用户以及所有的粉丝了嘛，我相信粉丝也学习到了很多，也被种草了很多。我刚才看到有很多人一直在下单，为了回馈大家的支持啊，还是希望能送一份礼物给他们，好不好？好，那我们的这份礼物呢，就是我们的福利了。那我们会抽出6位小伙伴，6位，首先请大家先记得关注天猫店铺，成为我们 NHFP 的会员。其次就是在弹幕里面输入 HFP 乳糖酸这几个字儿，然后我们会抽出6位幸运儿，分别送出菲菲和宇博的乳糖酸磨皮家族签名礼盒以及2位的自拍拍立得照片。要准备开始抽了，对不对？对，现在先拍照吧，好不好？2位先拍照。好，我觉得这个 iPad 好像没很多电了，我们现在抽一下吧。好，没很多电了，感觉大家赶紧刷起来。来，2位先用拍立得拍照片。天哪，我自拍很，是很会自拍的那种。不是，很不会自拍。这个怎么用？这个要怎么打开啊？这个先把它开机。哦，我知道了。好，你也不会用。然后按哪儿？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哦，我知道了，在这里。哦，直接拉出来是不是？哦，按这儿就可以了。啊。好，黑图，宇博的黑图。来，菲菲，那主持人要不给一个口令，我们拍什么风格的啊？那就这样吧。我觉得无论是宇博还是菲菲哈，都是在业界非常厉害有影响力的人。那首先第一题，我这个题非常复杂。第一题，前奏太长了，快点。第一题，给我们拍出大明星的感觉。哦，大明星啊，就是你自己。
哇，这是鼻孔对镜头，对不对？对，我很爱鼻孔对镜头。来，好的，放在旁边。第二题，拍出最可爱的自己，可能也是粉丝很喜欢的。我好可爱哦！你是真心的吗？啊，是真心的，所以我参加不了演员节目。还有第三题吗？第三题，我觉得菲菲在舞台上给我们展示出了很多面的自己啊，所以希望菲菲能够拿上我们的产品，然后摆一个非常酷的一个感觉。嗯，两位拿不同的产品好不好？好。一位拿原液，然后一位拿这个。拿这个吧。鼻贴，拍出很酷的感觉。很酷。哦，随便你怎么想，你想怎么拍怎么来。一看雨博老师经常自拍，夸夸夸拍的超级快。很爱拍亲情写真。对。哇，好好看哦，这个真的，我现在绝不浮夸，你看看，可以再拍看。哇，你好会拍啊！哦，真的，这个好好看，还是说什么角度都很美？真的没有，我无死角哎，我经常有这种死亡角度，我特别喜欢这样拍照，这样自拍，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自拍，总觉得这样自拍就是自己很美。因为你的脸特别小，八张脸，360度无死角，所以你真的好会拍，我啥都没拍进去。啊，真的吗？给大家展示，哎，给大家展示一下，雨博这个自拍真的只有他的脸，连脖子都要。两位展示一下，两位展示一下成功的自拍照和不成功的自拍照。我还这样，然后手都没有拍进去。那手指到这，我好弱、哦。哎，问题是雨博老师，你三张全是这样的。丝毫没有任何的改善，没有，他是在发明了这个自拍的这个新的这个角度，但是就是越近越是皮肤经得起考验。对、哦、这个好好，这张好漂亮啊，这张真的真的好漂亮，主要还有对比，给大家展示一下。哇，实在太美了，拍这张好漂亮、啊、拍了这三张。好的，待会儿就会签名，是不是要是不是要送给大家、哦、对对对，看雨博老师帮我们看一下，看现在刷弹幕的多不多、嗯，都在刷、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有请 GoGoBoy 老师抽取三位幸运的小伙伴、嗯、好的，好，来，然后这三位幸运的小伙伴呢，可以获得每人获得一套乳糖酸磨皮家族签名礼盒，还有 GoGoBoy 老师自拍拍立得一张，拍立得就有点对不起了，然后突然发但是有乳糖酸这么好用的产品是，然后弹幕就变少了，是不是？来，一二三，三位，好的，好，所以是三位还是六位？先他抽三位，您抽三位，好，恭喜！哇，你好专业啊、哦！真的，来自微博 C， 不小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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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一番一墨，嗯哼，然后 T B 089270-0，麻烦截个图。好的，好的，谢谢。好，那恭喜以上三位可以获得我们雨博老师自己的签名照，以及我们刚才说承诺给大家送出的咱们每一套的那个乳糖酸的磨皮家族签名礼盒。那接下来呢，有请菲菲老师抽取这三位，同样也是送出我们相关的礼物。好，来，三二一，耶、yeah, 成功，我来帮你操作一下吧。对，嗯，然后这三位一般不都是直接揭晓，为什么还要缩小，就方便更精准、就是、对，更精准的这几位、哦、好的，来，第一位是来还剩5%的电，我得快来自微博人间烟火，你太猖狂，好，恭喜这位伙伴，恭喜恭喜，然后还有一个张小小七 V 啊，恭喜，还有一个乔乔777，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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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位，好，恭喜以上三位，除了可以获得每人一套乳糖酸磨皮家族签名礼盒，还有王菲菲本人的自拍签名拍立得，超美的礼物。那接下来呢，最后还有一波福利要送给大家，要不要再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好好，当然必须要，对，粉丝们都在，然后呢大家也都在，好，接下来呢，今晚下单的小伙伴都有机会可以抽取我们送出的戴森吹风机，所以我们要辛苦菲菲再一次帮我们截一次图、哦、然后抽取出三位小伙伴送上戴森吹风机，好好好，哇，这个福利快，所以要刷什么东西吗？哦，大家可以继续刷刚才的口令就可以了，刷刚才的口令、哎、或者我们换一个吧，换一个就是菲菲好美，雨博好帅，这太长了啊、哦！那就什么？就菲菲好美好了，菲菲好美，对，菲菲好美，来截图吗？菲菲好美，赶紧刷起来，菲菲好美，赶紧刷起来，菲菲好美，菲菲好美，菲菲好美，可能因为他们有点延迟，有了，好，来了，准备，来，三
二，一。哎呦我天！哦，好的，好的，来，送几位啊？三位，三位，送三位。你方便记一下，不方便我帮你念也行。那宇博，你来念吧。好的，好，来公布。好，第一位是 TXZ303，菲菲好美。嗯、哦。第二位是女王老胡，菲菲好美。嗯哼。第三位是 Nathaniel 鱼，菲菲好美。麻烦截个图，然后联系客服，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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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今晚的大奖。所以要恭喜以上九位获奖的朋友们、okay. 恭喜你们非常非常的幸运。那同样呢，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互动量也非常非常的大，有很多宇博的粉丝，有很多菲菲的粉丝，有很多什么怎么了，没有，他在看他自己那个真的好丑、啊、有很多 HFP 的品牌的粉丝们都来到直播间啊，也学习到了关于成分护肤相关的知识。那我们都知道两位能够走到今天的，也是一直以来身边有很多的粉丝陪伴我们，然后给我们鼓励和加油。同样两位的正能量影响了粉丝每一天都很积极的面对自己的人生和工作上的每一些事情。所以请两位在我们直播快要结束的时候给大家说一些感想吧，或者说感谢，或者说分享今天的感觉，嗯，都可以，谁先来？宇博老师先来吧、我先来吧。好，嗯，好的，大家努力工作，好好生活，然后护肤是没有捷径的，一定要调整自己生活习惯、以及用到好的产品，用乳糖酸系列收缩毛孔，让自己皮肤变得像王菲菲一样、没有瑕疵。哦，如果大家想要变得像王菲一样自己 Q 自己，没有了，真的是就像刚刚宇博老师说的，真的是护肤没有捷径，没有捷径，对，一定要坚持使用。然后刚刚我们有说的这三款所有的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没错，而且是每一个你的肌肤和每一个时段季节都会需要到它、所以呢一定要坚持，记得护肤是需要坚持的，希望大家都美美的帅帅的。好，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两位今天能够大驾光临我们的品牌直播间、非常专业成分护肤公开课，下课啦、谢谢，也请大家记得关注我们 NHFP 的天猫官方旗舰店啊，那我们在双十一的时候还有更多更大力度的优惠折扣等待大家。再一次谢谢宇博老师，谢谢菲菲老师，谢谢谢谢谢谢，祝各位晚安，拜拜晚安，谢谢。